台湾小将潘振从今天在 PGA 加拿大巡回赛的塞尔蒂克金赛最后轮的最后关头是接连上演的抓鸟秀，最后呢，在经过了延长加赛，潘振从夺下了个人职业生涯第二座冠军。最后一轮，潘振从落后两杆出发，第十四洞开始，他连抓五只小鸟追平领先者，把比赛逼入延长。延长加赛，潘振从用连抓两只小鸟逆转夺冠，赢得31,500元加币的冠军奖金，奖金榜也爬上第二名，几乎笃定取得明年升格 Web.com 巡回赛的资格。